间店叫蟾蜍，我想要好的食物、好的食材去产生，变成一个漂亮的美食。人生是 vintage， 是卖复古的店，希望就是我的东西比较偏有点复古味道的，让人家做起来比较不会有拘束。我想要用偏自然一点，是以健康的食材为主，大家来可以轻松吃到觉得健康又好吃的东西。对食材的坚持，我们就一直秉持着吃饱喝足这四个字做这个生意的。我们会尽量把食材很大方的给客人，让大家心满意足的回家。